万一要说个20-30块钱，我拿你就赶紧搞快点，走快点。那咋可能嘛？那不可能，有甚至不能。这个话相信。那家也干啥子？哦，你们在做啥子？养蜂子。养到没有？养到。哦，那还怪好。都有绳子吗？有，干绳子我没得，我绳子人家订到的。我们只有2-3斤。2-3斤吗？那也可以嘛。我就在那儿住。哎，那我走前头去等俺回头来吗？对，你划下了都。哎，要得嘛，要得嘛。划下了都。哎，好好好，哎。哪儿呢？带不了。哦。哪个娃儿？我们买绳子的。买绳子的。哎。你高寿啊？啊。你高寿啊？87了。87了。哦。这个不是你，这个不是我今年的。这是好久的绳子？昨年的。昨年的啊。嗯。这绳子都住到喽。哦，那不要这双了。这绳子住到了。嗯。这绳子都住到了。我们老两个在围城。啊。这绳子都要长须须虫了，看没有？嗯。这绳子不行了。嗯。昨年的嘎。哦。你没收拾好嘞。不要拿多钱嘛。那不是钱不钱的事，晓不嘛？哦、我就想买好东西，晓不？是啊，就是。哦。你们昨年没卖吗？昨年我们没卖。你们没得收干绳子啊？有人收啊。还有我们媳妇子，她云南贵州那边，她也没也那个，我说丢下，结果丢下了又没得用。哦，丢下没用，你那绳子两。这个烧鸡里头的绳子给到那个盆里头的绳子长得须须虫了。哦，是吗？长得虫了。哎，我刚才说的那是昨年的，不是今年的。哦，那确实就没法了。哦，今年有晒的有干绳子吧？今年干绳子，我也没，我不要检查，这是厉害，厉害说，今年的那是个棉花。这也不是今年的，那是昨年的。今年的。这个才是今年的啊。那是这会儿可以，但是你又没得好多嘛，这种没得好多，你只是点儿几两儿绳子，嘎、嗯。哦，你们今年没拆竹子，没拆绳子啊？以前过不得呀。在竹河路啊？嗯、只有我们就两个人在屋里头。两个人在屋里啊？我那是那个我女人的妈。哦。我们喊的干娘。哦。但是你如果那个呢，拿去20-30块钱啊？不要！我们买那些东西就是要买的，就是要东西好，晓得不嘛？价钱再高的意思是买么好品质，买好货件。价钱高点儿没来头，要买东西好。对。嗯。哎，我懂得起哦。懂得起了，嘎。我懂得。哦。你在做啥？找疯子啊？我将来也跑球都没搞住，搞住两天都没搞住。哦，跑到两年就跑到，人家上了那高的去了。现在人家说呢，我又搞不成了。那也是噶。哎，那行嘛。哦，谢谢啊。那谢谢你们，把你当个的。我反正也没事。哎，那走了。哦。哎。杨先生，谢，拜拜。哎，拜拜。哎，走了，老人家。哦，慢走。哎，好。今天我们来的有点远，啊，原本说在那山上来收点干绳子的，结果啊，这他们基本上都是卖的是鲜绳子，相当于干绳子的话，还没晒的有。刚刚在路上碰了几个人在那招疯子，结果一问，他说他们有干绳子，这不刚才跑去看了一下，
他们那个绳子啊，应该是前年的吧。说真的，颜色也不重要，主要就是那个绳子长了絮絮虫了，确实，哎，看到还是有点可惜，但是没得办法啊，我也就没买那个绳子，确实那个真的还是看起啊，直接不能吃了啊，我们就继续性的走前面去转一下。